一集耶，我想不做前面几集。好，爱你比明，准备出发。好，谢谢。我们到星星育幼院。So just moment， 你帮我讲一讲。用那个这边的话跟他讲没关系啦。星星育幼院，我们出发喽。满心蝶问我问东问西，结果后来是叫我看，那个也是来捐赠。捐赠的。哎，好久不见，哎，好，我们到所有的舍友，你们请，好，欢迎，哎，我们代表，龙战夫人社的代表，欢迎，好，谢谢，啊，等你公司了，拜拜。一直都有跟孙院长做很好的互动，孙院体的一个发展跟需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小朋友们，我们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来看看，这边整个的发展，看看我们能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加油，这样好不好？好。再次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福生福人社，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舍友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也很想要过来这边走一走，那谢谢他们，我们再次给我们福生福人社的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是社友，我们是院长也辛苦了，那在这边他，我知道他是我们台湾，因为我们今天会在这边有一天的时间跟大家相处了，那我想说一天也是很长的时间，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每位代表团的成员，我一个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我就按照顺序了在我左手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王佩瑜姐姐了，她是最早跟2017年我们认养哪一位就是我们认养的女儿，她是妈妈哈，对，是我们两个妈妈，就是王佩妮姐姐啊。那接下来这边是我们福生福人社的创社的社长杨永琼啊，这个是大哥哥了哈，大哥叫爷爷好了，叫哥哥他会觉得说，太年轻，他会不好意思，叫爷爷他比较习惯，因为他的孙子孙女就像各位这么大了。比各位还要大杨爷爷，好，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社长啊，就是明年度的社长啊，他叫做温顺义，这个就可以叫大哥哥了。温哥哥跟夫人啊，小林啊，来，温哥哥。前社长啊，廖世成，廖世成，廖世成大哥哥啊，这位是廖世成哥哥的夫人，也叫大姐姐啊，她叫丽珍姐，丽珍姐，丽珍姐姐好，对啊，来接下来。2017年的时候呢，也有一起来过这边，所以他也认识各位哦。他叫做老小芬，姐姐啊，小芬姐姐啊。然后这位是我们小芬姐姐的老公哦，就是他先生，叫做刘福春，哥哥，小芬，小芬姐姐叫福春哥哥。这位是我们是我们的前社长啊，叫游锦华，锦华姐姐来了。三哥的娘出来，三哥的娘呢？他也有一个啊，芷云、芷芬、芷怡，来三位出来，来抱抱抱妈妈，哎，抱抱那娘你的妈妈。来五，好棒哦，都长大了，好棒，好棒，好，对，快，林青薇，青薇姐姐啊，青薇姐姐，青薇姐姐好，顾问呢，他是我们叫做徐锦盛，锦盛大哥哥，锦盛大哥哥好，然后就他。夫人啊，丽芳姐姐啊，丽芳姐姐好。哎，来来来，然后青薇的姐姐的女儿了啊。英文呢就是心地很善良的心地啊，心地姐，心地姐，心地姐姐好。对，好，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是三峰哥哥。陈岩山啊，三，我们叫他三哥了啊，三哥好不好啊？三哥，三哥好。然后这叫三嫂哈，来这夫人呢，来三嫂好。好，三嫂，来接下来是小兰姐姐，小兰姐姐啊，她也专程就是特别参加我们的一个。啊，来这边的一个访问团啊，她叫小兰姐姐，小兰姐姐好。啊，还有爱好旅行的叫淑远姐姐，淑远姐姐好。好，接下来我们幼儿园有准备一首我们的幼儿园的院歌啊，这首院歌是。由明星科技大学他们的一个老师为我们作词作曲的一首院歌，那我们要将这一首歌献给大家。Yeah.
我们新兴幼儿园所有小朋友永远的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桃园福政福人社赞。好，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接下来哦，我要邀请各位福政的代表团哦，我们一起去爬山，然后吃我们小孩子种的贡。马上休息一下，我们预计在十分钟了啊。云南的，阿碧要跟你献花哦。快点，好可爱哦。我要带回家了。那一点可以吗？你那边假如说十一点半。呀，供不起呀、啊。只有两滴口水。哎呀，没有两滴口水跟两滴眼泪。嗯，好。来赞哦，凤梨很哎、欸，这凤梨香，土凤梨，凤梨的香味。哦，这个来做凤梨酥一定是超级棒。是。哎、欸，这个算有机的吗？对，有机的。这个是从底下往上黄哦，所以再长。栽赃鱼啊！你是台语也要讲啊，袂啦。台语也要讲啊，这款的赞啊。赞。好，我们就拉着。OK。欢迎我们新兴幼儿园啊！我们这一次非常感恩哦，就是台湾的福啊，桃园福政福人社啊捐赠。哎，那、啊、我们是不是容许我们在这边开一次哦福人社的例会？今天哦，
那预计在一点赶到，所以我们可以先开会。来，大家好，是那个纪明，纪明是我们今天台湾地区的当家啊、哦，恭喜纪明升格啊、哦，听得到吗？他那边有没有听？听就好了啊、哦。好，院长啊，院长到啊，哎，院长是不是坐前面？院长坐前面，好。好，那我们就正式例会开始。好，各位，我们就一起来开福伦社的例会了、哦、我们这次的例会，请问一下是几次？啊，545次例会。国际福伦3502地区桃园福真福伦社第545次例会，例会开始，请社长鸣钟宣布开会。桃园国际福伦3502地区桃园福真福伦社第545次例会暨新兴育幼院新福烘焙坊捐赠仪式会议开始。咚！唱福伦颂。是福伦的歌哦。我们所想、所说、所做，应事先扪心自问。致辞之前，有请我们的社长致辞。例会啊，所以例会是我们担任的社长比较大哈。所以院长虽然来到贵宝地哦，所以不好意思。没问题。啊，那在这边从事的创举啊，在这边开跨国际、跨海洋的一个例会。那我们大姐姐们哦。那一样跟大家问候一声、哦、包含有我们的孙院长 CP 以及我们的社当，还有刚才我们的邓村长、哦、以及他们的干部，以及我们所有的社友宝卷，大家午安，大家中午好。好，哇，谢谢，变年轻啊。那我们这一次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没有开始就跟这里结缘。2017年我们来到这边。想说，包括我们的前社长啊，小芬啊，还有我们舍友 Sophie 啊，还有其好多友的，照顾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是他的责任。只要各位好好的读书啊，一样会翻转我们人生。所以院长呢，新兴幼儿园的孙院长，还有师母廖垂师母啊，他在外面忙哦。还有我们的我们的创社的社长，我们的 CP。杨永雄啊，徐亮华来，还有我们的 PP 社长啊、哦，跟各位说明一下，还有我们的 PP Sherry 啊，老小芬，还有我们的社当啊，温顺义，大家好啊，那我们很多社友啊及宝卷啊，那啊廖志川，还有我们的宝卷丽珍姐。我们的宝剑是嘉欣、蜜啊、清威啊，还有来了，接下来我们好朋友是小兰，来啊，另外淑远，还有我们的在地的，我们的今天给我们服务的导游，那个我们的王永平永平兄，还有我们的三嫂啊，还有我们的三哥。还有我们在景胜后面，不好意思啊，我没有看到你了啊。还有我们的丽光姐，还有我们的刚村长及干部们嘛哈，来及我们其他就是我们新兴，但是我们今年度的年度的秘书啊，是我们的比尔徐瑞谦，大家好啊，徐瑞谦，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啊，就是520哦，
520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捐赠烘焙坊的一个开幕仪式。我也能够有机会能够照顾这些孩子，是我很愿意的。那在同时，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他们在幼儿园这里生活，是要能够用他们亲手去换取得来的一个喜乐以及高兴，然后他们知道说任何事情都得来不易的，然后他们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孩子的原因是，我曾经看到他在5岁的时候他自己洗衣服，我自己扪心我都问过我自己，我5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但是他自己在洗衣服。今天我也是代表我们幼儿园啊来感谢啊我们所有的福珍的舍友这一次来帮助我们这间啊烘焙坊。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开幕剪彩的仪式。对，我爱你。我相信院长永远都爱着这一群朋友。我也相信世界哦，无远佛界。爱心是不分国界哈，只要有人的地方，我相信都有爱心。那我也诚如刚才你们唱的那首歌一样，不管面对任何困难问题啊，我相信我们有这个缘分。好，没关系，我更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邀请我们的村长，我们的例会啊，所以由我来邀请村长。我们来跟我们大家讲话好吗？谢谢。红包，那还有我们的院长，前院长，还有我们的秘书，还有我们小朋友，大家好。好。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让我看到很多有你们这样的人，世界会越来越好，因为有你们的帮助。谢谢大家。那我们继续下面的仪式。捐赠仪式。来，这上面是我们福珍福伦社。好，谢谢。舍友非常用心哦，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我们下榻的酒店哦，我们一个晚上啊，在这个整理，在包今天的我们的礼物了哈。那福珍社，我们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上面都有刻着你们自己的名字哈。啊，因为我想说都一样，那你们怎么分辨这个到底是谁的？所以我们就上面我们把名字都把它钉上去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的那个茶壶水杯。我们的舍友王丽萍，他送每一位小朋友有2件的衣服。好，今天是520我爱你，他有特别讲，请我一定要表达出这2件衣服的不同的意涵。他讲说一件是什么色，来小朋友，这件是什么色？哦，它是比较偏荧光的黄色。那这件呢？蓝色哈。他说，尤其是在泰国哈，他说只要泰国，尤其我们山上，在蔚蓝的天空晚上的话，看到这件衣服蓝色就代表星星，幼儿园的星星，小朋友们穿的时候，所以这些星星在天空上就像在蔚蓝的蓝天上面，尤其是夜晚会特别的闪亮，所以这个是荧光闪亮的颜色。好，所以当作零食怎么吃，来示范一下。它有2种吃，第一种我们就是把它捏碎，里面有一包调味料可以加在里面。另外一种吃法就是也可以用开水泡，要泡3分钟，再把那个调味料放进去，这样就可以了。礼物包哈，礼物包。那这个呢 ？ROTARY 跟各位一定要打一下广告，叫做福伦的 Rotary， 就是福伦社的意思哈。来，送给你啦。我们看这边，好看这边，好看这边。啊，还有我会不会
胸到尾骨。棒啊，你好棒啊，孙静雅，好，谢谢，来，请跟他一起合照哦，一起合照。现在我们请社当来帮我们颁发，来来来，我们每一位都跟小朋友一起合照这样。好，没关系。好，下一位。好，下一位孙子，来，社当来。来，请蹲下啊、哦，跟小朋友一起合影哦，稍微中间一点没关系哦。来，来，我先颁给这位小朋友，来，谢谢，来，好，谢谢你，好棒哦，每人都有一袋哦，好，来，谢谢，谢谢，你好棒哦。来，我请合照哈、哦，你很高兴吗？有哈、哦，好，哦，下来，下来，好，棒，下来，我们请，哎，来，放下。请问坐、哦、好，好，我们现在有请孙平安小朋友上台。平安，很棒哦。张国荣小朋友，请准备。好，我们请张国荣小朋友上台。孙子欣小朋友，请准备。张国荣啊，国荣不错哦，哎，大家像他一样哦，让自己两个壮壮的哦。好，接下来我们请孙子欣小朋友上台，赵秋平小朋友请准备。请那个景胜哥，景胜哥，好，那我们请孙子方小朋友上台，赵秋梦小朋友请准备。就是说，我们能够更能够精准掌握时间哦。好，最后一位我们就请王佩宇啊、哦，说。好，我们一起合影哦。好，谢谢。来，有一台电脑哦，如果让他在学习上面，不管在使用电脑上面，或者在连线，或者在上网查询很多的。功课方面都需要用到一台电脑。哎、欸，这个方面我可以收掉，不要。还有一个孔，对，一个孔可以抓掉。好，这样子。片长站中间。好好。不用了。那颁发给他。好，好，谢谢，谢谢哦。我祝福我们小朋友学习愉快啊！谢谢。啊，一样是心存的善心，所以他这次我们有这个荣幸也邀请他们一起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来这边的一个代表团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请三哥三嫂啊颁给我们院长一个加菜金？
就是台币10000元啊，大家是再次的感谢他们，谢谢。好，谢谢谢谢。叫做云子芳。子云子芳子怡。叫做子怡啊，子云，哪位子云？子云啊，子芳，子芳，子芳，子云，子怡哈，来三位哦，他有特别送了三份礼物给自己的女儿哦，来谢谢妈咪哦，谢谢妈咪哦，来拥抱一下啦，拥抱一下，我先拿着，好，看多这样一个礼貌哦，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好，喝一牛念啊，来喝一牛牛念，我一起了啊。好，谢谢谢谢。今年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女儿已经17岁了啊。那我们在台湾，我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小时候他就讲说，只要能够再生一个儿子，他就愿意生。后来他说应该生不到儿子，啊，生得到女儿他就要生了。所以后来生了儿子之后，他说他不生了，后来不想说用认养，这样该认养领养应该是好，也是一样的意思啊。那我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啊，是一个也是一个手表，然后还有一个钱包啦，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平平安安之外呢，好也能够啊有收入之后呢，能够不要忘记啊我们星星幼儿园的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合影留念。在这边，我一样可以留念的。我拢感觉了，几年久啊，我看到不少啊，谢谢。爱你们大家。啊，爱你们大家哦。因为今天是520嘛，啊，爱大家。谢谢哦。总监，你很帅哦！来，大家跟小仙挥挥手。来，挥挥手。哈哈哈！降低的时候，哇，真的，真的。好好好好，首先哈，恭喜我们福真社哈，做这个非常有意义哈，又伟大的计划哈，来帮助我们这个星星育幼院哈，来捐赠这个烘焙设备，然后远渡重洋哈，我们台币捐赠的60万以上的捐赠哦，那我们地区要配合9万块，谢谢谢谢。那这是我们今年度哦唯一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福计划，所以意义好特别的是来感谢我们福真社你们的用心。来付出，为我们3502地区，来建立了非常有意义的荣耀。感谢福真社，谢谢大家，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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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状哦，之感谢国际福伦3502地区，好，然后高志明总监哦，捐赠美金3000元，谢谢总监。桃园福真福伦社，赞！星星育幼院，赞！来，谢谢。
李晨，我们有请社长临终宣布闭会。来，国际扶轮3502地区，545次例会啊，以及新兴育幼院烘焙坊捐赠活动圆满成功。在这边谢谢所有参与的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以及社友宝眷们，谢谢大家。咚。在台湾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剪彩了，那我们回味一下，就说很特别，来到这边，有剪刀吗？我们也请那个三哥，快点快点，去这边 ，OK OK， 来三哥，等一下哈。
必有呢，必有呢。没关系，我帮他通了。好，狼妹，你跟我站在我这里好了，来来。黄子剪刀也是新的哦，哈，一切都是新的哦，嘿。等一下，还有三只剪刀，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啊，哎，我们新兴育幼院新福烘焙坊啊，在良辰吉时，西元2023年5月20日。现在是吉时，好，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村长以及院长，以及我们福珍福伦社的所有的贵宾们，我们一起用剪祝福我们新兴幼儿园烘焙坊，大家小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技在身，然后同时这边幼儿园的烘焙坊能够生意兴隆，请用剪。谢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哦。好，谢谢。来，我们把它收起来哈、哦。来，我们请揭牌。哇，掌声鼓励！新福烘焙坊哦，代表新兴幼儿园福珍福伦社烘焙坊，我们简称新福烘焙坊，也是幸福的意思哦，幸福。烘焙坊，掌声鼓励。好，我们就到里面。拿下来得望，拿下来得望。来，各位请进来参观了哈。做我们让它冷却的盘架，另外大冰箱，还有一个搓面的一个那个叫做搅拌机啊，以及滤水器等等哈。那这边。以及它整个原本是用香菇寮去做整个的一个改建哦，所以呢，好好的使用，好好的运用，我们也恭喜新兴幼儿园。先上来。好，没关系，再过来。先摇看看，吃看看。不要揉太那个，会揉掉。会不舒服。这最后几天啊，50克。你这个就不要太紧了。对啊，我肥。你那个模型压下去它。你叫那种 CT 表在哪里看？一定要压好点哦。不能压太多，不能太。不是做一个年嘞，等一下你还在有，还有。你会用手啦，用手稍微先，像我这样稍微压一压，然后把它转过来，再稍微压一压。做凤梨酥一日凤梨酥，一日凤梨酥，终身凤梨酥，一日两边都，我再把它拿出来，你看，西丽，西丽，你看做得这么漂亮，不受指挥，新福烘焙坊，生意兴隆，福珍福伦社赞。奶奶那个 CP 说你儿子又了不起哦，他会看哦。他说那个，来，也帮我照一下。就是王姐跟罗志祥是我们的大恩人。还有，最
棒！再次哦，一二三，星星六月最棒。